啊，只会 KS 啊，观众各种嘴炮，其实心里面也说啊，为什么机器3-0的酒桶这么神猛，只会 KS， 抠到了小鬼，把塔推掉。这个我们是高手啊，所以我们不会理胜，这个队友要理胜是他们的事啊，我们是追求胜利玩游戏的，我们不是为了这边跳舞什么的耍白痴啊，用了一个胜利。那机器3-0的酒桶好神猛啊，这个啊，我们一个获胜啊，酒桶10杀5死11助攻啊，输出26000屌牙水手啊，艾希比我高，不过他们来的神，你废物，你最后还不是在跳舞？我没跳舞，基本上我很少跳舞啊，你在讲话我要吐了啊，机器3-0的酒桶怎么那么猛，我们不能抓掉了艾希还是输，狙击3-0好神。好啦，我们看一下这场。